面网上，下面网上，我们用清水把这些绿沙里面的那些杂质把它去除掉。那目前来讲，我们快滤除的产中杂，我们可以分为两个步骤。第一个我们叫做空洗，空气洗，叫做气洗的意思嘛。像目前来讲，各位所看到的是气洗，就是我现在只有开空气而已，我没有用水，还没有。